刚刚经过大家讨论之后，我们用决定先玩互动的，反正十分钟应该还够。那如果你要这个档案，你也可以从我们右手边这里下载。不过我刚刚在这边安装的时候，我有发现就是他在安装的时候，一开始安装他会告诉你有缺一个叫 DirectX， 所以会请你去下载。好，会请你去下载哈，我们这边电脑，这边电脑。好，所以我把它装完之后，再把这个软体这样打开，下一步下一步就会成功。成功之后呢，打开会是长得像这样。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讲的，就是所谓的主播台那种概念，主播台的概念。那待会呢需要三位同学，两根柱子，啊，比较高的来当柱子啊，啊，不然我的这个木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场就可以做了啊。另外一位同学跟我一起演出，好吗？好，我先来做一下，我先把画面，哎，请问各位要在哪里上课？你们今天想在哪里上课？啊，南华，我们找一下，这里，你要有机会来各位学校上课嘛？啊，你们觉得比较喜欢哪一个景点？第二章。第二章哦，这真的还假的？这是我们学校吗？这真的。哦，真的哦，效果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决定用它了。哎，这好像一种卡通的语气，啊，神奇宝贝不是这样吗？我就决定用你了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想要有一个背景来自这个档案。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上课好吗？好。好哦。然后要讲桌吗？需要讲桌吗？不用哦，阿伯找个那个餐桌，就野餐去。所以我再找一张餐桌。但是如果我找这种餐桌的话，你直接找当然是一种方法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通常会加上一个关键字 PNG 在这里。哦，好，因为我要找什么有透明的，我要找有透明的哈，所以，哪一种餐桌比较好？哇，这张不行，啊，这是板凳而已。餐垫哦，哦，你就直接想坐在上面就对了，因为我想的跟你不一样，我要找比较好一点的，像我们一般可以怎么样？这样好了哈，找这个，因为我需要有个东西可以遮住的。你有没有看过主播台吗？有，这上面有个东西可以遮住。哦，主播台。所以你觉得这样找主播台用中文比较难找到适合的啊？主播台你跟我讲英文是什么？好啦齁，我先随便找一个啦，找一张这个。重点是你在找的图要有这种透明的，有没有？因为这样我们待会进来会比较好一点。我看看旁边有没有，是有这个没有。好，我就先用它啦，因为十分钟而已，先不要求那么多。好，那我也把它叫进来，我也把这个来源就叫进来，这样有没有可以在这里的？好了哈，虾米上课还要涉险。好，来，三位同学要不要抽的？自愿的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愿意？好，来来来，你愿意给我演出吗？另外两位，好来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你们要用什么颜色的，用黄的比较好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穿着。我们上课不用脱衣服。不是不是，我用那个，我用这个蓝那个黄色的这个的，他的应该还好，他的应该还好。对对对对，好，那还少一个啊，现场的男生怎么没那么没有勇气？
你只是当助职幕后工作人员，不会出现，好吗？现场的男生，再一个。不是用栏目吧？栏目啊，栏目啊，都可以的啊，不然你把这个拿掉也可以。好。OK 的哈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喽。接下来我就把我的现场画面加进来，但是这里我要先停一下我录影，因为我现在录影有用到那一台哈。好，我现在呢就把我两台摄影机加进来喽，在这边有一个视讯哈，我就先加这个是向前面的，待会我会转向一下哈，这个是在这边的，有没有？好，哎，我看一下，这样不知道 ，O 不 OK？ 哎，对啊，哎，你可以选择了哈，待会那个，哎，有没有同学愿意帮我拿一下摄影机的？你说刚发出去吗？对，等一下哈，我把这个画面我都先抓进来哈，来，我再抓这个，这样我就有这么多画面了，有没有？就有两个画面了。那有没有同学要帮我们拿一下摄影机的？拿那个摄影机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个啊，拿这个，用手拿好了啦哈。手持对对对对对，我看这样。可是线很长吗？这样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拿也是。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爱了嘛，哦、对不对？当然要从上面，当然要从上面拍啊。啊？没有啊，当然要从上面拍。上面拍？我是说角度了，你不能从下面拍了。刚刚那个角度 OK、这样哦。从下面拍了。对啊，这样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来找一个男生好不好？帮忙一下。路径没关系。我要主持什么？来，我们要后面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不行，这个比较。你用栏目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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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用这个也可以。好吧。OK OK OK， 对对对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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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把这个看一下。对，我们把它拉开就好了哈。好。要拉伸哦，在这边。这样子。这样有没有？好，没关系，那个高准备。再带回去。对对对对，不用不用，你跟他一起演出就好了。哦，我们俩哦。对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可以去啦。对不对？这徐老师你要跟我。好，来。椅子不用坐。我仔细我一下。那你怎么坐？哦，不用坐啦、啊哎、站着就好了，站着主持就好了啊。来，各位你看一下哈、哦，原则上我们那个布幕我们会把它拉伸，好，像这样我会把它拉伸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满版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满版的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我要怎么做的吗？我来这边哈、哦。在这边。他可以在前面吗？啊？他可以在前面吗？可以稍微再拉一点。来，嗯。你看。这没啊什么？纪伟同学，你有用过直播吗？我没有。没有，我想说奇怪，他怎么那么在意角度？我很在意角度，这有没有直播有关系？在外面存下来的。对，好来，我把这个。不能马虎。来这边，我点到这个视窗有没有？我按右键，我来啊，不是右键啊，在这里。真的好好笑。在这边哈，它有一个这个滤镜。我这酸给手很酸。手很酸哦，那我不是更酸吗？好，按右键哈，有一个滤镜有没有？好，在下面这边有一个叫色彩键、色度键的哈，所以我把它点确定一下，来看一下喽。有看到一点点桌子对不对？现在是绿幕嘛，所以我再调整一下。有没有清楚一点？有痕迹，有痕迹。有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可以再调一下哈，比如说颜色的，再调一下。你们这三个人来一起吗？对。漂亮，我也不见。这样是不是稍微好一点？对，当然那个颜色可以再调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大致上先把它调好。好，这样好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好了，要看这边了。对对对，你要看那里啊。看我这边。对，你要看那里，人家才知道你在看镜头啊。看镜头。耶、yeah, 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是要放到上面。有一撮，你懂。再上来，哎呀。你是好莱坞。你看这里。我不要挡住我了，老师。啊、不好意思。要调那个前后不是吗？其实它应该后退一点点了、啊，这样头才不会那么大颗，对不对？这样你才有啊。啊，我错了。啊，你要干嘛？一层啊，那个层。哦，啊，你可以开始主播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我这个角度蛮诡异的，蛮诡异的，这个高度，哎，对对对对。好，这啊、各位同学你们可以下课的，因为他会继续调好角度。好了，要主播什么？对啊，你要讲解什么？随便你啊。各位，你了解意思了吗？网红也可以像这样玩啊，网红也是，只是我们把它拿来当教学影片用而已。那我们现在如果真的要录影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手没空，你自己按录影。网红的时候，一个人要负责主播，右下角不是右下角，右边右边有开始录影，有看到吗？右边右边。右边在这边。对啊。哦，这个我看到。开始录影有没有？对。他们熊猫被封杀，录影制了。对，这个时候就开始录制喽。大家好，好，非常高兴邀请这个老师来为我们，给我们这是一个工作坊。想必大家对于老师今天讲到那些软体都非常的陌生，但是过了今天的这个研习这个工作坊，想必大家对于网络的录制就有更深层的了解，那也就知道那些实况主到底是怎么生出那些影片的。你应该不会上完这课只会网红直播吧？可以来，我们要在教学影片里面。我们在游戏实况一下哦。好，你停止一下。好，停止。然后你到上面左上角最上面有一个档案，有没有？这些。哦，手好累了，有没有？档案。有没有一个显示录影？对，打开，有没有看到一个档案在那里？但是这个档案现在因为它是 FLV， 你打不开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你到档案那边，你到没有左上角，回到刚刚软体的左上角。对，关掉没关系。软体的左上角有没有叫封存？叫做重新封装档案。哦，要输出。对，它你选择一下，它就会把你重新输出到别的。选一个位置吗？它会重新压缩成 MP4。我拿就好了。好，它会重新压缩成 MP4， 这样了解了吗？好。我们可以让它现出原形了吗？秀跳嘛。可以。这样有现出原形，还有一点点呐、啊，对对对，但是那个效果就比较差了哈。来，你看一下，它就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哦，这个我要把它重新封装。好，封装完成了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咯，从这边一样打开显示录影，有没有变 MP4 了？有。打开，自己看一下满不满意咯。不满意可以删掉。不满意可以重来。之后就开始录制喽。好。好可爱。好了，这个同学不错，他至少自我感觉良好。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即使没有怎么样，即使没有，好像很高级的，是不是也可以玩成这样？你了解了哈？所以其实你只要有一个网络摄影机就好。但是我当然比较建议各位，你会发现我们这两台摄影机最大差别在哪里？不是，我这一台是有广角的。就是我们右下角这个有没有？右下角这个画面是有广角，角帘比较小。对对对对，对的。所以你们那个什么，有些人买手机不是有买那个广角镜远远的那个吗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！你看一样的角度，有没有发现另外一边比较小？真的。对啊。真的哈。可以拍到大家。所以喜欢自拍的，你要有那个远远的吗？还有远。他可以戴眼镜，你知道吗？他也可以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怎么？我有呢。不是，我不喜欢自拍，但是你要拍别人哦。合照的时候会需要。录影的时候，我如果万一真的需要，我们可以帮他加上眼镜，好吗？对啊。可是那个会有问题，就是会有玻璃。对对对对对，有可能哈、哦。那所以你那个角度啦，因为我现在这个角度比较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戴上去就比较广角一点？有。对不对？你看打开，对不对？跟有戴眼镜。不过现在那个角度不太对了，这样大概了解哈，所以这个也可以用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大致上就只能上到这边。好，虽然 ATPN 的没有介绍，但是至少要录影也没有太大问题，没有对不对？超级简单哈，给各位玩玩看哦，好不好？